唐三凭借玄天功帮助父亲重回实力巅峰。爸，放松自己的魂力，不要抵抗我输入您体内的魂力，身体和精神全都放松，不论有什么感觉都不要调动您的魂力来抵抗我的魂力。小三这究竟是在干什么？唐三此时正是凭借着自己的玄天功内力帮助父亲打通奇经八脉，这个世界上的人与唐三在上一个世界中遇到的并没有什么区别，只不过修炼的方式不同而已。又过了许久，唐昊最后的任督二脉终于在唐三强势的冲击下豁然贯通。唐昊只觉得一股极其通透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，他体内积蓄的庞大魂力再也不受控制了，疯狂地奔涌而出，瞬间将唐三的魂力挤出体外，并按照他原来的修炼路径疯狂地运转起来。充盈的魂力正带着唐昊重新向巅峰迈进。父亲的魂力之所以能将他的魂力反冲而出，证明父亲的魂力已经超过了他现在拥有的92级，至少已经恢复到了封号斗罗的层次。事实证明，他帮助父亲打通经脉的做法完全正确。从背后看去，他的身躯是那样伟岸，这才是昊天斗罗应有的样子呀。